小叔啊，你想要谋杀我啊？不然干嘛在摄影棚拿着球棒乱挥，很危险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啦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但是你光说我，你自己还不是走路不专心？哎，我哪有走路不专心不看路啊？我只是在研究投球的招式，一时太专心，结果忘了看路。哎，本来已经快要研究出来了，但是现在被你这么一闹，我全部都又忘光光了。哎，早说嘛，这还不简单，我介绍一个棒球教练教你不就好了？啊，你有认识的棒球教练？哎，那我们现在赶快去找他吧。等一下啦，我现在不敢马上去找这位棒球教练。为什么不敢啊？因为他现在啊正火冒三丈的在训斥他带的小球员呢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想知道怎么回事啊？就自己去看看哦。手语剧场看好戏，快乐轻松学手语，请看。伊萨，谁让你练曲球的？练个曲球有什么关系啊？大家都在练嘛。伊萨，教练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现在还不能练曲球，你要长胡子以后才可以练曲球啊！我长了。你长在哪里啊？是长在下面啊，我看过，我爸也看过啊。是教练啊，这伊萨曲球投得这么好，我们就可以完成三连霸了嘛？会长啊，打棒球不是为了三连霸而已啊。那不是为了三连霸，是为了什么？难道为了输球啊？你醒了，没事吧？会长，这个年纪投变化球是什么？是谁说赢球一定要投变化球？怎么样？你这样叫我以后怎么带这些小球员？我不管是曲球还是变化球，蝴蝶球还是直插球，我只要以萨投出会赢的球，我要让阿姨的妈妈在天上看到阿姨赢球。什么叫要赢球就要练曲球啊？你为什么叫以萨投变化球？我没有啊。没有，以萨就说是你教的，而且曲球本来就是你最拿手的。心怡，你先别急好不好？以萨，妈妈问你，真的是教练教你投曲球的吗？为什么不能练曲球？当然是教练教的嘛，要不然还是王建民从美国回来教的。王建民要教也是教声卡球。是啊，就是教练说我长胡子了就可以投了。你们大人很奇怪，都喜欢说谎。你曲球很厉害，来，让我试试。我说，叔叔导演啊，刚刚是我最拿手的表演。棒球，表演得不错吧？待会儿要拍的这个棒球短剧啊，是不是可以让我担任男主角？你看怎么样啊？老乔啊，表演得不错是不错，只不过呢，这岁月不饶人。你看看啊，那么多人都年轻力壮的，打棒球让他们打才有说服力嘛。不过这朋友交情一场。我还是会留个角色给你演的啊！真的吗？哎呀，太好了！那就万事拜托啦！拜托拜托！没问题啊！接下来请继续观赏《手语剧场》。再见，全雷打！5、4、3、2、1 ，Camera！
谁让你练曲球的？哎，练个曲球有什么关系吗？大家都在练呢，啊。球是很受到台湾民众喜爱的运动。现在疏导我要解释关于棒球的一些基本手语。首先教的是投球的人，投手。投手。投手。第二个，把手套放在身体前面挡球的是捕手。捕手，捕手，以及第三，准备打击的是打击手，打击手，打击手，还有投手投出的球，如果是直直的呢，就是直球，直球。看我的啊！哇，头歪歪曲曲的呢，是曲球，曲球。棒球看起来是很容易，其实要练就高超的球技，还是要经过反复的练习。练习，练习。好，现在大家呢就一起准备来练球吧。我打击，你来投球，好不好？小 case 没问题。OK。啊。以萨，教练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现在还不能练曲球，你要长胡子以后才可以练曲球。我长了。你长在哪里啊？哦，我知道，是长在下面了。我看过，我爸爸也看过。教练，以萨曲球投得这么好，我们就可以完成三连霸了吧？会长啊，打棒球不是为了三连霸而已啊。冠军。好。第一个冠军，第二个冠军，第三个冠军。什么叫做三连霸呢？就是连续得三次冠军。冠军的手语意思是第一名，第一名，第一名。两个圈圈往下拉是连续，一二三。三个，三个，第一名连续三个，就是三连霸的意思。这样你了解了吗？再次恭喜金牌教练，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才不是你的，是我赢来的。走开！我的冠军，冠军是我的冠军，冠军啊，冠军。你不要比武，是我的，真的是我赢来的，抢什么抢啊，爱出风头，哼，不是为了三连霸，是为了什么？难道是为了输球啊？醒啦，身体还好吗？没事吧？会长，这个年纪投变化球就是不对的。是谁说赢球一定要投变化球的？你这样叫我以后怎么带这些小球员呢？我不管是曲球还是变化球，蝴蝶球还是纸叉球，我只要以萨投出会赢的球。
要让阿义的妈妈在天上看到阿义赢球。哼，我一定要赢！赢了，头会抬得高高的，就是赢。赢，相反的呢？往下垂头丧气是输。输，我的字典里啊没有输这个字啊。让我示范最有威力的变化球给你们看看啊。首先投出的是啊哒，虚球，虚球。接下来是蝴蝶球，会旋转的球啊。投出去，蝴蝶球，蝴蝶球。接下来是，你看啊，这样投啊，你看这样投啊，是什么球呢？看我的，我投出去，纸叉球，纸叉球，嘿，看我的厉害啊，哎呦，你看看啊，你投了这么多颗球，一球也没中。哎，看板子上写的啊，投三球要100块，该先跟你算钱了。1234578，哎，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，算你便宜一点，100块就好了。100。麻烦你了啊。太好了，这还有一段戏没有拍哦，等拍完戏呢，再让你玩个够。Camera。什么叫做要赢球，就得练曲球啊？你为什么叫以撒丢变化球？为什么？我没有啊，没有。以撒，他就说是你教的，而且曲球本来就是你最拿手的。信一，你先别急好不好？以撒，妈妈问你，真的是教练教你投曲球的吗？为什么不能练曲球呢？哎呀！当然是教练教的嘛，要不然还是王建民从美国回来教的。王建民要教也是教深卡球啊。你曲球很厉害，来让我试试。 OK，玩球喽！玩球！棒球，投手，捕手，直球，曲球，练习，第一名连续3个。三连霸，赢，输。好，复习完了，大家可以排队了啊！棒球9宫格大赛马上开始。我先开始啊！你要先玩啊！等一下，马上开始啊，别急。
观众朋友，请先欣赏完整的手语短句，剧名是《再见全雷打》。耶！谁让你练曲球的？哎，练个曲球有什么关系嘛？大家都在练嘛，啊？伊萨，教练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现在还不能练曲球，你要长胡子以后才可以练曲球。我长了。你长在哪里啊？我知道是长在下面了，我看过，我爸爸也看过。哎，教练，以萨曲球投得这么好，我们就可以完成三连霸了。会长啊，打棒球不是为了三连霸而已啊。哎，不是为了三连霸，是为了什么？难道是为了输球啊？哼。你醒了，身体没事吧？队长，这个年纪投变化球就是不对的。是谁说赢球一定要投变化球的？你这样叫我以后怎么带这些小球员呢？我不管是曲球还是变化球，蝴蝶球还是纸叉球，我只要以萨投出会赢的球。我要让阿义的妈妈在天上看到阿义赢球。什么叫要赢球就得练曲球啊？你为什么叫以萨丢变化球？为什么？我没有啊，没有。以萨就说是你教的，而且曲球本来就是你最拿手的。心意，你先别急好不好啊？以萨，妈妈问你，真的是教练教你投曲球的吗？啊？为什么不能练曲球？哎，当然是教练教的嘛，要不然还是王建民从美国回来教的。王建民要教也是教声卡球啊。你曲球很厉害，来，让我试试。这么热的天气吃刨冰最舒服了。俊松，你好好的叹什么气啊？哎，天气这么热，要不要吃碗刨冰啊？啊，一起来吃吧。哎，算了啦，我啊没有胃口，看到这个月的电费账单这么多钱呢，想到我心就痛，哪还吃得下刨冰啊。哦，你想省电费啊？啊，那就让我这位省电达人教你几个 paper 吧。啊，你快说来听听。你想想啊，像天气热，大家很容易就把冷气开得很强，其实这样很浪费电的，不划算。建议呢，可以把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之间，
甚至可以搭配电风扇一起使用，这样一来一往之间用电量可以省10%到20%呢。哇，省这么多啊。是啊，还有哦，像是插头不用呢就拔掉，然后冰箱里的东西不要塞得太满等等，都可以省电哦。哇，小叔啊，没想到你对于如何省电懂得真多哎。没办法啊，当了妈妈之后啊，更要懂得精打细算。还有，顾着跟你讲话，我的叉冰啊都融化了，我要赶快吃了。哎呀，你等一下再吃啦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应该先跟观众朋友说再见吧。说的也是，观众朋友，别忘了每个星期六下午4:30继续收看《听听看》哦。听听看，我们下周再见。拜拜拜拜。哎呦，快来吃吧。哎，好。教练，你等一下，以上，哎，以上是他啦。对。他有看你，你说谎吗？然后你要把他的脸。对呀、刚刚的有一点像啊。钱给我，钱给我。好。